立即给军部发电报，以我的名义告诉他们，马上派兵搜索长川附近所有地区，但凡发现有中国武装，将其全部剿灭。无论如何，一定要把我丢失要员全部找回来。老爷，二少爷好像不在。不在？对。这到哪儿去了？这。哎，阿福。 过来，老爷，你怎么了？这脸色不好，病了？可能是叫你天儿变天，受点风寒。哦，哎，没事没事。那行，那回去歇着吧，歇着吧。啊，哎，我问你，你见了二少爷没有？二少爷他出去了。啊？出去了？不，到哪了？说上哪儿去玩一玩？玩？哎呀，这个。 这真是，说好了上午要跟我谈煤矿的事儿，你也是知道的，这等了半天了不见得，这玩儿去了这。那你得拦着他呀。我啊，哎呀，老爷，我那本事啊，二少爷你知道的。<笑>行了行了，回去歇着吧，歇着吧。哎，好嘞好嘞。哎，三儿，哎，给管家找个医生去。哎哎呦，哎呦，老爷不，不敢麻烦老爷。 今天我们大家劫了小鬼子几车鸦片，大家大哥，这回我们真的发了。我清算了一下，那些鸦片啊，最少值10万大洋。10万！兄弟们，我们的苦日子算是到头了。今天晚上，吃好喝好，酒肉管够。 来，我敬大家一杯，干！
你们这是收心豹子胆，敢上老子的山寨来撒野！大哥，好像是个当兵的。是不是昨天帮咱们那个人？是我。好，宝箱收起来，自己人。 谁啊？这位大哥好身手啊！昨天占了鬼子的营地，怎么着？今天还想来端我的山寨啊？这位兄弟，你知道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吗？当然是宝贝了，是鸦片。 一旦他们流入老百姓的手中，将祸害无穷。对你来说是鸦片，对我们来说就是宝贝。我接到我上峰的命令是销毁这些毒品。如果各位山寨的弟兄肯卖一个面子，咱们一起把它烧了。烧了！大哥，你别逗了。 我有心教你这个朋友，你至少给我面子是不？大哥，他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别跟他废话了，让他滚蛋。听见兄弟们的话没有？如果你不同意，那就请便吧。黑藤大佐已经派出几十几个小队的人，分散在群山之内，寻找抢走我们货物的中国武装，估计不日将会有确切的消息。 是一支民间抵抗武装，一整天的时间都过去了。既然什么都没找到，你随时跟前线联系，一有消息第一时间向我汇报。是。我再说一遍。 把那给我轰走！对不起，我接到的命令是销毁这些鸦片，今天就算是我死，鸦片我也烧定了！啊！他奶奶的！站住！回来！兄弟们，救火！快！救火！ 您找我，东明哪儿去了？一天一宿没回来。二少爷他，说，他二少爷去了关外，啊？说是去关外接应大少爷。东明的脾气您知道，我拦不住他呀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二少爷不让我说，怕你担心。 还叮嘱我，如果老爷问起他来，还设法给他遮掩过去。我看老爷实在是太着急了，我这才告诉你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
少爷，鬼呢？快快快快，扶我起来！快扶我起来！这边，快快！中国人，全部歼灭！是。射击，去看看。是。二少爷，老残，二少爷，老残，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事情？日本人，都是日本人，他们都是被日本人打死的。我哥呢？大少爷呢？大少爷，大少爷受了伤，他在马头上，他往那边跑了。走，跟我找大少爷去。我想回家。老残，等找到大少爷，我们才能回去啊。二少爷。我求求你，我就想回家，你带我回家吧，二少爷，我求求你了。你听我说，来，阿三，你在这儿等着，哪儿也不许去，我马上就回来啊。现在你也是打鬼子的好汉的份上，我不想杀你，但是你别逼我。吓我！你烧了我们的宝贝，打死我那么多兄弟，今天我必须要了你的脑袋。我说过，那是我的任务。别说我没警告你，
周围都是小鬼子的营地，再开枪把他们引过来就飞了。是你怕了吧？怕了就跟我回去，向我兄弟们赎罪。喂，两位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啊！哎，刚才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，这位大哥说的没错，附近有很多小鬼子在活动，见了中国人就杀呀。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有什么恩怨，但是大家都是中国人，有什么事儿出去再说呗。你小子谁啊？干什么呢？我是从北平来的，我哥的商队在山下刚刚被鬼子给袭击了，我担心你们俩枪一响，那帮鬼子刚刚过去不久又把他们给引回来了。来呗，爷爷干的就是打劫小鬼子的买卖，他们不来我们吃什么喝什么呀？不是，话是这么说，我听说小鬼子的有一个商队被人给袭击了，他们正在大肆报复呢。那他们找对了，灭鬼子商队抢他们宝贝的人都在这儿呢。啊，昨天晚上有不下于三个营的士兵闻到了一股奇怪的香气，应该就是燃烧鸦片所产生的，而且香气持续的时间很长，因此可以断定我们的货已经被全部烧毁。这些都是废物。你告诉我，为什么他们现在还没抓那些抵抗分子？已经有大大小小十几支中国武装被剿灭，但是之前追剿的方向判断有误，所以今晨黑藤大佐根据香气的来源重新部署了追剿区域，锁定方圆20公里以内，或许很快就能找到那些人。如果天黑之前还没有确定消息，我将亲赴战场。最后一个弹夹了，我没子弹了，我还有三发，但是外面应该有十几个鬼子。你们发现没有，这帮鬼子根本就不讲章法，一顿乱冲，应该不是什么正规军。咱们应该先沉住气，慢慢想办法，然后再找机会中处。真的假的？你不是没打过仗？这位兄弟说得对，这些鬼子应该是新兵蛋子，没有正规军的作战经验，平常也就是拿民间的抗日组织练手罢了。什么意思？瞧不起我们？我没有那个意思，我是想跟你说你别冲动就行。我凭什么听你的？哎，别争了，谁对听谁的啊。鬼子，掩护！哎，你干什么？没子弹了，干看着呀！
大姐，大哥追那个人跑哪儿去了？不会出什么事吧？上马。哎，大姐，有人。中了几枪，没什么致命伤。莽子，哎，赶紧的，送回山寨，找陈大妈先给她简单处理一下，等我回去再给她疗伤。好嘞，小李哥，走。我没子弹。还有两发，可是外面还有七八个鬼子呢。掩护！哎，不要来！我兄弟，姐，赵兰。彪子，大哥，大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还好意思说，找你呗！你这脑门子一热，就什么都不管了。没事，要不是我们听见枪声跑过来，你今天啊也就交代在这儿了吧。我说姐，当着人面给我点面子行不？你找那人呢？在这儿呢。没事吧？哎，怎么不起来？他中枪了。哎，他怎么还不死啊？哎，彪子。大姐，不急着收拾他，他这一枪也是为我挨的。对了，你们这一路上过来有没有碰到我哥？30多岁，个儿跟我差不多。大姐，是我们送回去那人吗？啊，你们碰到了，在哪儿啊？中了几枪，被我们送回寨子了。你既然认识，那就跟我们一起回去吧。哎，好。哎，哎，醒醒，兄弟！帮个忙，抬走。你们几个，抬上他。大哥大姐回来了！大哥大姐回来了！大哥大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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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大姐。王姑娘，我哥在什么地方？猫子，今天送回来的人呢？在里面呢，感觉快不行了。什么？带他去。小伟，哎，带他去。好，回去把药找出来，我要给他治伤。得嘞，把他背回屋。好嘞，走，回山寨。哥，哥，哥，你醒醒，哥！来人，快来人呐！哥，你醒醒！哥，嚷嚷什么呢？快，快找大夫来救救我哥！哥，哥，把他衣服解开。什么？我说把他衣服解开。你愣着干嘛呀？还不赶紧的！你是大夫，懂点医术，家传的。好了，王姑娘，幸亏有你，要不然我哥差点就没命了。多大的事儿啊！寨子里的兄弟经常跟鬼子打交道，难免会伤的，都是我给治。真不好意思，这一次来我两手空空，什么都没带。不过你放心，日后一定重谢。谢什么谢？
只要你哥能醒过来，比什么都好。行了，好好照顾他吧，有什么事儿随时喊我。我说你小子挺能跑啊！哟，再跑，看你往哪里跑？这回跑不了了吧？看不了大东叔叔。别动我！哟，脾气还挺大呀！嘿，国军的连长，你说我们哥几个把你绑了，让你长官拿十几万大洋来赎你，他们干不干呀？啊！主意好！哎，你可不能走，你走了，我们的钱上哪收去啊？大姐，不好意思啊，你们都在这瞎嚷嚷什么呢？都给我滚出去！赵兰呢？把他给我喊过来。大哥在屋里喝闷酒呢。没出息。大哥那是心里窝火，这小子烧了我们多少宝贝，还打伤我们兄弟，现在我们还要救他。大姐，你心里是咋想的呀？那你们想怎么办？彪子刚刚……哎，你可别卖我呀！我就随口瞎说的。滚滚滚滚，都给我出去！孟姑娘，谢谢你。不过我得走了。你干什么呀？给我躺下。怎么着？听了几句闲话受不了了？我看你这身手也像是个男子汉大丈夫呀。你跟他们斤斤计较什么呀？他们就是嘴碎，人还都不错，你就当他们放了个屁。赶紧的，躺下。我真的没事，我走了。你非要惹我生气是不是？走啊你！我可告诉你，你要不赶紧治，你这条腿可就废了。赶紧的，上床躺下。来，把这酒喝了，山里兄弟们自己酿的，季节可又止疼。谢谢你的好心，我滴酒不沾。疼，就把这酒喝了。这酒劲儿大，我们山里没有麻药。我说过，我滴酒不沾。没关系，我不怕疼。大哥是国军连长。你们国军跟鬼子不是已经打完仗了吗？你怎么一个人跑到关外来？执行任务。一个人？怎么不说话？我本来有一个连的兄弟，在执行任务的途中遭到了鬼子的伏击。
谢谢。大哥，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呀？大姐就是要护着他，连句话都不让我们说。大姐那是王八看绿豆，对眼了。说什么呢？说实话，这姓沈的还真是一条好汉，今天还替我挡了一枪。我他娘的现在真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。10万大洋啊，说没就没了。再强小鬼子一回，让姓沈的跟着。如果他不愿意，别怪老子翻脸不认人。你醒了，哥，你终于醒了，哥，董明，哎，是我，我这是死了，还是在做梦啊？哥，这不是在做梦，这是真的，你还活着呢，哥，咱们兄弟俩又见面了，哥，董明，哎，哥，总算是见着你了。这是在一个山寨里，是这儿的人救了你。董明，哥，见着你就好。是我害了你，要是我能早点去见你的话，也不会把你给害成这个样子。董明，能见着就好。哎，哥。你先别说话了，先好好休息吧。啊，我那些伙计呢？他们在哪儿？他们都好着呢，你放心吧。啊，那设备一回去没有啊？设备都在呢，哥，你别多想了，先好好养伤，等伤好一点啊，咱们兄弟俩一块儿回家去见爹。这是500大洋的交行票，你找个时间把你爹赎出来吧，剩下的钱也别让他知道。不要你的钱，我不想别人可怜我。小时候你可没跟我这么客气过。我冲上去就一大嘴巴，我没有了。你笑起来真好看。南星哥哥，东明回来了吗？您也知道了，他去关外之前我见过他，他还没有回来啊。没呢，这都已经是第5波派出去找二位少爷的人了，府上上上下下都快急疯了。老爷，老爷。
阿才，老爷夫人，阿才回来了。阿才，阿才，你们大少爷呢？你们大少爷呢？人呢？啊，老爷啊，大少爷被日本人打死了。啊，整个山内的人全都死了。你慢点慢点，再说再说。你跟我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。我们在回来的路上碰见了日本人，来不及躲，整个商队的人全死了。大少爷，夫人，没事没事，快，先屋去，扶着进去啊，快。那东明呢？你看见东明了吗？啊，二少爷去找大少爷。我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，那就说。自己去拿就好了，哪敢麻烦你？而且，谢谢啊，还把我的衣服给洗了。嗨，那都顺手的事儿，反正我也闲着没事干。你怎么不躺着休息呢？伤口好了？嗯。当兵的身子没有那么金贵，缝缝补补就好了。那而且，你们山子里面的草药特别好使，我现在腿基本没事了。快就吃完了，你是不是饿坏了？你看，我还以为你身上有伤，没什么胃口呢。我再给你盛一碗去。不好意思啊，当兵的饭量都大。其实我昨天晚上就饿了。那你昨天晚上怎么不说呀？你以后啊，就把这寨子当成自己的家，想用什么吃什么，尽管开口，千万别假客气。哎。沈连长，哎，你家是哪里的？哦，我家是南京的，但是这么多年一直在随军打仗，也没时间回去看看。我给你盛饭去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走，往前走，快点。再帮我准备点干粮。你看我净给你盛了几碗稀饭，你要是没吃饱啊，我让他们再给你做点。不是，王姑娘，你误会了，我是打算路上吃的。我准备回部队了。不行。啊，你这伤还没好呢，你这一动伤口又裂开了，怎么办？再说了，这四周全都是小鬼子，你一个人怎么走得了？这样。等你伤好了，我派几个兄弟一起送你回去。王姑娘，我已经耽误太长时间了，我的部队还不知道我任务完成的情况，我必须要赶回去跟他们报道，而且我还要去处理我那些牺牲的兄弟们的善后事宜，所以……那也不行，你现在一切都得听我的，我让你什么时候走，你才能走。王姑娘，这个是……在笑容背面，想用这温暖你容颜，幸福总是擦肩。